Hello，老板呐，那个打多那个 sample 已经拿到了啊，然后星期一假期嘛，我星期二再拿去公司啦。啊，OK，嗯。哎，小姐姐，这样晚了，一个人在这里，这里哦，很危险的，很多是狼人，知道吗？我在做工了吗？做工？晚上你做不工哦？我是做按摩的。按摩？这里附近还有按摩院的没？好、哦，这是我自己出来做的，你要试试看我手艺没有？多少钱先？160哦。160？这个生意钱才加钱来的哦，这样便宜的呗？因为我没有给 agent 抽，所以算你便宜一点啦。这样，有没有下水先？地方在哪里？在那边办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多箱子的啊！哦，那是我之前做生意的存货哎。哦，OK OK， 快点来快点来，我等不及了啊！烧焦的味道的啊！哦，我的热水器有点问题，没事，放心。哦，OK OK OK， 赶紧赶紧赶紧冲，快点冲！哎呦！在空就有人来找我。哎，真的太紧了哦，跟你讲。我不找你找谁哦？你就你号码啦，下次我来的时候 call 你。我看不用啦，你来这边直接按门铃啊。如果没人回应你，那我再忙，你等我一下哦。OK 啦 ，OK 啦，拜拜，下次见。喂，丁丁啊，我跟你讲哦。昨天我去那个蓝沙办货的时候 遇到一个靓女，很脸熟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美女做木工的吗？做木？做按摩 B2B。然后啊，重点是它的价钱很便宜，你要怎么样玩都可以，任你玩。哇，有这样整的吗？是啦，我多两天就要去找她多一次了，一起去嘛。哎呀，不可以啦，你又懂我跟我女朋友同居咯。等下次啊，出发的时候，或者是回甘榜的时候，你再带我一起去啊。嗯，到时我 set address 给你，因为哦，他是偷偷出来做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哦啦，好好 ，on 呐，给安哥，你的车坏呀、啊，需不需要帮忙啊？我是修车的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明天要出远门，
加点水而已。哦，这样跟你小心啊，晚上这里很多打抢啊。嗯，谢谢你啊，年轻人。什么事？你的脸色很不对劲，最近是不是遇上肮脏东西啊？我遇上肮脏东西？没有啊。我看你好像不是这附近的人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哦，我来这里按摩咯。这边还有地方按摩咩？哇，安哥，你住这里附近你不知道的咩？哎，这一间啊，又便宜又好料啊，安哥，怎么样？大家男人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好啊，走 ，Go。姐呢？哎呀，应该是有顾客，我们等一下啦。年轻人，如果你是有那方面的需求的话，好好的就去找个女朋友。这种事情适可而止就好，不要一直缠着人家。上次你讲那个按摩的地方啊，先给我一下。按摩地方 ？B2B 那个啊？啊！哇，你不讲你不要去了咩？哎，我女朋友这个拜六还去 trip 了，就可以去了哦。哦，会玩啊 ，OK OK， 送给你。嗯。啊，收到收到，看一下。哎，这个不是着火地方咩？着火地方？哎，十年前呐、啊，整个 building 烧掉了，然后还死了一个本地妹呀、啊。十年前，哎呀，这样久的事情，早就出租给别人了啦。不是哎，我听我表哥讲哦，那个屋主翻新了，又一直租不出去，他现在自己拿来做 store 了哦。啊？拿来做 store 了啊？哇，你这边这样多箱子的啊？哦，那是我之前做生意的存货嘞。160。这个十年前才价钱来的哦，这样便宜的呗？怎么有烧焦的味道的啊？哦，我的热水器有点问题，没事，放心。